柏林爱乐再度来到新竹县，首席指挥家塞门拉图爵士以流畅舒坦的指挥方式，带领200位团员演奏出轻快活泼的降 B 大调第一号交响曲《春》，让民众感受罗伯特·舒曼的音乐梦境。来自日本的小提琴独奏家兼本大进以精湛的技巧与团员们合作 D 大调第一号小提琴协奏曲，将谢尔盖·普罗高菲夫精灵般的音乐语法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压轴的史特拉文斯基《春之祭》，磅礴的气势，狂野的表现手法，歌颂对大地的崇拜与敬意，震撼全场。从桃园过来，跟大家一起来共享这个盛会，我们觉得非常的荣幸，也非常的期待。等待两年后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，然后带着小朋友，还有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听，应该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水准啦、啊，还有文化啦、啊，很喜欢，很好听。想来看这个音乐会，那个前世的气氛情绪啊都表现得很好。表演一结束，柏林爱乐交响乐团也立刻与新竹场花莲场的乐迷现场连线，气氛顿时进入高潮。指挥塞门也感谢粉丝对爱乐的支持。Serato花莲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很高兴又见面了，谢谢你们来听金华音乐会。转播全程由台湾开发公司赞助，透过单场多点与台北、花莲同步转播。新竹是全世界都看得见的科技的城市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么有科技的地方也应该有文化，对不对？那有我们客家文化，也应该有国际的文化，对不对？义务活动可以对于我们个人的生活，对于个人的心灵的改造，对于我们新竹文化艺文水准的提升，以及和国际接轨，让大家会喜欢。今年提供民众更舒适的欣赏环境，这次柏林爱乐现场转播音乐会特别移到体育馆，以优质的设备600寸 HD 高画质 LED 荧幕同步转播塞门拉图爵士与乐团演出的精彩画面，让乐迷不受气候影响就能聆听到高品质的柏林爱乐，徜徉在音乐国度。